哇，这个血量隐形用掉了，完了，这边猴子有意识到，但是起手一个烟雾弹直接盖在脸上，身上还有闪电的猴子选择不交了，跟人马想要方向，感觉也需要谨慎一点了，因为二打二感觉是被暴打的。然后这边艾克感觉要单杀，找到一个机会，尝试可惜啊，就是用一个人头去换预示者还可以接受。转角遇到刘娜，刘娜选择直接插了上去，旁边凯莎在等一波机会。刘娜这边血脉的过受伤之后直接闪开，就是由旁边的鳄鱼一波进场，漂亮！这边最后连艾克都成功留了下来，人马还在犹豫，最后没有进场。旁边的话只是有葛雷夫直接贴墙，哎，露西恩一套，露西恩回身撒大绝，鳄鱼现在一扛四扛得住吗？开始急怒气，稍微拉开一下，人马开启了鬼步，但是打刘娜伤害不太够。旁边潘森稍微再拉扯一下，直接在龙池里面叫出了 TP， 最后这个龙成功，人马收下来。旁边的鳄鱼进场，想要先秒掉这个人马。旁边露西恩撒大绝伤害还不错，但是这边队友已经先行拉开了。旁边路线只能掉闪现过墙，刘娜的大绝傻的没有说特别好，就是有葛雷夫想要贴脸去追击这个艾克，艾克边线打得赢鳄鱼，但那个已经是很久的事情了。哎呦，哇塞，秀爆，好帅！所以潘森很气，想要为队友报仇，知道虚弱伤害不够，葛雷夫还有个拉巴是在挂着点了，葛雷夫哎呀，最后被一个暴击的长矛给插死了。打起来了。然后鳄鱼选择闪现往前开战，人马找到一个机会进场，直接打狙击，但是吃到虚弱，没有能够打出伤害。维克的来了，进场之后虽然维克的血量不高，但是落地直接补伤害。然后这个鳄鱼好可怕，完全不给活路，好流畅啊！艾克有没有机会？艾克没有大哦，要不要直接追击？再拍出一个被动，打出电信，还可以，还可以再 A 一下。结果是被鳄鱼直接被他反打了一波，爆打，完蛋！下路是一个机会吗？维克特现在有一点迷路了，但是队友已经过来 cover 了，好显示他们有一个整个地图上的优势。哦，这个人马很气，直接一个，他是不是撞到那个双死了？但没关系，旁边后续配合潘森的伤害，成功收掉维克特之后，潘森开始稍微用一技能阻挡了一下，但是应该还是走不掉了。最后交出了闪现，还有的跑吗？凯撒补了一个 Q 技能，哇，全部收掉，配合收集者直接四连杀。